巨魔法官，巨魔陪审团，他打团，我们就可以推塔了。鬼子手，全军出击！棒子最大的巨魔就是国王，这就是规矩。 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，打个红。 先升个二，我操，打不过，大妖的，他有点盐啊，小心点，我们先溜一手，回家了，有传送。 这么猥琐吗？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这有点猥琐呀，而且感觉好像看着那蓝圈了。不管他，跟他绕圈。 缝好了，这就有点难办了啊！关键是捡着我速了。没事，来一波 buff 转移，你干他！ 三级巨魔打五级妖的能打过不？打人挺疼啊！吃完这波兵吧。 做梦呢，打人挺疼啊！来和我玩吧！你在我的王国里。今晚，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
感觉还是保不过呀。试试吧，哎，跑的话就不行，得等六，没六伤害不够。走，吃狗屎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们正在破坏我的好心情。在敲东西时，次数一定不要太多。哎，我操，这也能死，我真是日了猴啊。我不丑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离谱！我是巨魔法官，巨魔陪审团，也是巨魔刽子手。第一次巨魔吃得拉倒，我巨魔吃很多回亏呢，不过无所谓，这并不耽误我们这把能把他的塔拿下。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甜。螳螂好像过来了，不去了，而且他好像红没了。来一个小皮孩，没事。他们好像很生气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住着有一点伤害，没有。Shut down. 没有伤害。Rampage. 有仇恨，没有伤害。Shut down. 我以巨魔之王的名号宣布，你的上塔没了。喜欢支援啊，喜欢支援。你在我的王国里，莱尔国的这螳螂在这晃来晃去的，晃啥呢？等腰着呢。腰着说他无敌了，他爱无敌不无敌。
无不无敌，我都把他基地拆了。拿个峡谷先锋，真费劲呢、啊、没有人过来帮帮忙吗？再亮个屁股，我操你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。我差点就骂人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差点就骂人了，我差点就没忍住啊！啊，你可太不是个东西了，你像个人吗？那螳螂，那螳螂是人事一点也不干呢，我你看。这么猛吗？这啊，这么猛吗？你俩是人事一点不干呢？我这一看，一塔不想要了是吧？啊，是不塔不想要了？我以巨魔之王的名号宣布，你们俩的塔没了。螳螂狗不狗吗？出门以后不先上上不先上野区啊，先跑中路来守我，你就说这人纯是恶心人呢。这巨魔法官、巨魔陪审团也是巨魔会死守哈萨蒂这么个小弟弟，还想杀我呢？我在吃人的时候放点调料，我吃了应该有十层塔皮吧。不让吃了，不让吃拉倒，吃野怪去。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 Shut down。去上路吃二塔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在我的王国里，来吧，来和我玩吧。我以巨魔之王的名号告诉你，你们的二塔没了。我以巨魔之王的名号告诉你，你们的高地没了。操，两个人，那行，那你们小龙就别要。两个人回家守，小龙你们就别要。拆下路的，我是巨魔酋长，巨魔
国王！那螳螂是不来了？我跟他打，那螳螂就搁旁边。说啥来着？哎呦我操！闪现剑阵，闪现给我来个抠，减我的速。行，那你们家中路就别守，杀我。再把来个布点鞋吧。巨魔之王正在来临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。巨魔们就要打仗了。去打峡谷先锋啊！我是有计划的。没人是吧？啊，有人。你是觉得怎么你无敌了是吗？你是个屁呀你！啊，你是个屁呀！你跟我打，你他妈连两件装备都没有，你跟我打架？我一两件半巨魔，你跟我打？他五杠一，他五杠一也1500块钱，我吃多少声打皮？没劲。我在吃人的时候，我能喽，我能喽。来试。给我杀兄弟们！哎呦，我这还放大？我就打你这螳螂！跑，跑就跑！我拆你基地，我都不理你。你也打够了，该我了吧？啊！撤！这不能再打了，双 buff 不给他们。兄弟们打小龙，他们过来守我，你们就打小龙，他们不守我，我就拆基地。我看你守还是不守。对，打小龙去啊，小龙还没拿着，他笨呢。我都给你拆吧了啊，我都给你拆吧了，我让你出去打团。我也出去打团，我都给你拆了。小可爱，小可爱是吧？再见。
峡谷先锋，给我拆！这 MVP 不颁给我，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。这虽然不是 MVP， 但是胜是 MVP 呀。